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什么种的恋情啊，上有法度把人叫起来？哎，你心有在意无的恋情啊？嘿，细汉的时阵吼，嘿，即马拢用闹钟啦，以前拢是爱靠相甲你叫。叫恁阿母甲你叫吼，对无？啊，迄阿母若要叫囡仔，迄古早迄阿母若要叫囡仔，开安那手仔起来吼，起来后边，迄拢免去看到手仔，听到因阿母的声，就囡仔呐跳起来。啊，同款呐，表示讲伊时阵伊是咪足在意的，对无？真在意因阿母的声，惊安那，惊去用修理，吓对。啊！当你做人的老爸老母的时阵，啊，你怎啊摇紧摇紧啊？嘿，昂昂悠悠，遐细汉，所以你是咪小可一丝啊起哭一下，你就安那，紧醒起来对无？你惊讲安那，囡仔有啥物代志？所以到底是啥物声会甲咱吵会起来？对，你有在意的声，你有在意的声。不管大声、细声、什么种声，伊都甲你吵起来。所以咱会发现啊，一个人若是愈惊吼，迄吵着吼，我就会困，我若互吵起来，我就会困袂饱。啊，困袂饱，我就会安怎安怎。安尼个人吼，迄一丝仔声吼，迄窗仔拖啊，你淡仔你吱吱吱吱，伊嘛安那，伊嘛叫吵甲困袂去。所以咱底下就知影，声毋是啥物声，也是讲大细声，得甲咱吵，互咱困袂去，甲咱吵会起，是咱在意的声，不管大细声，拢甲咱吵咱会着。同款，烦恼是烦恼啥物种的内容，会互咱轮回生死，也是大条烦恼、细条烦恼会互咱轮回生死。只要是烦恼，拢会使予咱轮回生死，对无？啊，同款，咱讲要降服咱的嗔恚心，啊，嗔恚心啊，对计较来的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咱着对这个计较来讲，请问是计较啥物种代志会予你生气，还是讲呢计较较济、计较较少，予你？会生气，予你会生气的这种计较心，是因为你计较什么代志，还是因为我计较较侪，还是计较较少？你的计较心的强弱，是不是只要是计较心，伊就会出问题，对无？所以。你经常佛陀甲咱教讲吼，咱要降服咱的烦恼，知影伊烦恼的根伫倒位，咱一定爱观因缘。咱甲别人计较，咱就会去嫉妒、去嗔恚、去傲慢，我比伊较敖，啊是人都较敖，我就是做歹的，低下慢。啊，若甲家己计较咧？会产生什么种烦恼？我啊，拄啊，着哎念了足热心啊！我真正即马来安那念着咧，奈拢安尼一直拍打梦想。哎，啊，我昨昏着安尼做了较好，啊奇怪，啊今日我这安那抹都抹袂平。我大概煮菜啊，大概煮的拢煎的拢真好食，啊今日奈安那青菜煎的超会搭。哪个家己比？会产生什么种的烦恼？掉悔，掉悔，嘿，掉举的掉，后悔的悔，掉，就是让咱的心很高举，你倒去高举，后悔上面高举，啊，是安那那会安呢？啊，我倒去呢，哎，所以有真济足优秀的囡仔，伊后来。该考了，考试考了无好，伊就自杀。
原因是安那，伊挡袂牢，伊感觉伊过去足好个，个家己，伊个有影，伊拢无甲人别人比，拢甲家己比尔。毋过安那，嘛是比甲气死老命。所以佛法甲咱教讲观因缘，观因缘的意思就是讲，咱爱知啊，即马因缘是啥物，伊个作用伫倒位。伊个作用是啥物？就可比讲，阿多阿咱讲个计较心，计较心啊！即、這个因缘，我甲别人计较，我着起烦恼、起嗔恚、起傲慢，安尼咱着甲人会安那相打啊！着甲人诶、人际关系，你着袂好势啊！啊，若甲家己计较个时阵，即种个因缘，伊个作用，有影。你为着要比较，甲家己比较，吼、哦，你就会安那，吼、哦，一直进步，一直进步。啊，毋过只要是计较心，伊个作用就是生死，就是三婆个世界个轮回。所以，伫世间个学问，不管倒一种个学说，伫世间人有作用无？有，有影是实在真有作用。能用未？你世间会使用，啊！不过咱学佛了后，咱就爱甲看好清真清楚。哦，这就是安那，边看啥物时阵暂时用尔，毋是你定啊定定一直甲摕来用的时阵啊，唔好甲甲人比，我家己甲家己比就好。所以真侪学佛人到尾啊，拢是安那掉会，迄掉会心真严重。我以前都安那，哦，我以前都唱诵真好势，我即个奈安那唱诵，大概都噪音，大概都甲人袂好势。啊，我大概之前我拍发起都拍了安那真顺，我即马奈安那拍都拍死个。啊，我之前安那，我即马安那，你都会感觉说袂出去。所以咱就知影，伫世间，即、這个有。佛陀甲咱讲观因缘，咱就是爱观到这个因缘。伫世间是虾米种的因缘，是虾米种的作用，咱要哪用？咱好好啊，甲用的时阵，伫世间有效无？有效。啊，不过咱若是执着的时阵，啊，拄啊讲的啊，懒散嘛会变作啥业障？你执着善，同款会变作咱的业障。所以。啊，甲上比较，有个人甲别人比较，伊那是藏得真好个咧，哦，有人遐很好，所以我一定爱安那，甲伊同款好。伊敢有嫉妒心？无对无？所以这是咪佛法教咱讲观因缘，你即个因缘要藏喺倒用，安那用？计较心啊，拢是娑婆世界个代志。所以佛法甲咱教讲观因缘，就是互咱爱熟悉哦清楚，这就是当娑婆世界有作用尔。啊，我即卖色心，我得阁活伫娑婆世界，所以我得安那，嘿，全方便安尼甲用哦好势，用来安那度化众生啊，用来咧啊、对咱修行有帮助诶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毋过咱爱真清楚，即、这个计较心，就是咱诶第七意识。第七意识叫做审计思量，这个是计较心，计较有我执，有我的存在，有我的存在，所以这个我的存在呢，就是啥染染着，所以咱染着善，染着恶，同款拢会变作咱娑婆世界轮回的业障。所以佛法教咱讲爱观因缘，啊，观因缘看到咱的嗔恚心对倒位去的。这个气，原来我有计较比较的心，这种计较比较的心，我会安那个用，伊会变作真好用。嗔恚心，你卖记恨，你卖扣分，你变作怒目金刚有作用无？度化众生嘛是有作用，对无？不过你若是染染浊的时阵，染恶嘛会变作业。你若无染浊的时阵，你看菩萨去度众生，伊是虾米种的相，拢会当显现，对无？所以佛法
拯救见教咱的，就是安那观因缘，观因起。伫因缘缘起内面，去看到讲啊、哦，这世间咱是安那轮回生死的，伊根本是伫倒位啊。伫这个因缘当中，难免安那好好的来个运用，就会拢变作咱修行的主流。好、哦，那今日甲大家讲到这啊，咱做定起来礼佛三拜。